你现在是囡仔的妈妈呢，我当然嘛是爱甲你照顾好些。我坦白甲你讲啊，其实我唔是真确定，是唔是要甲这个囡仔留落来。我无希望，咱是为着囡仔才赶紧结婚。你现在无这个心情哦，讲婚礼的代志，所以我甲你保证，婚礼就等甲恁大姐平安倒转来以后再搁讲。阿姆哥。我希望你也能答应我，让这个囡仔留下来，好吧？我真的无法度回答你啦，我心情真正足乱的。啊，这个囡仔在这个时阵来，我真正欢喜不起来。阿玲啊，你看，这些物件拢是我久顾足久，而且嘛有问过麦意见了，替你准备啦。还有保暖用的啦，啊，还有你的脚若是水肿的时阵哦，给你按摩用的。还有托腹带、甲腰靠，还有给孕妇穿的袜仔、甲衫，还有专门啊，给孕妇吃迄个营养品，还有小零食。查理，哎，等等，还有一项物件，我袂记你提。这是月亮枕，我特别为你准备的，听讲哦，足好用的呢。啊，等你的巴肚来愈来愈大的时阵，你就用这個，安尼有较好困啊。啊，若是哦，你搁有欠啥物件，随时甲我讲，我马上就来买。其实你免准备这物件。当然嘛爱啊，你即嘛是囡仔的妈妈呢，我当然嘛是爱甲你照顾好些。我坦白甲你讲啊。其实我唔是真确定，是唔是要甲这个囡仔留落来。我无希望，咱是为着囡仔才赶紧结婚。哈尼啊，你哪有这款想法啦？你应该真清楚我对你的心意啊。不管是唔是有这个囡仔，你拢是我七世人唯一的新娘啊。阿姆哥，我知影啦。你即马无这个心情哦，讲婚礼的代志，所以我甲你保证。婚礼就等甲恁大姐平安倒转来以后再搁讲，阿姆哥，我希望你嘛会当答应我，让这囡仔留落来，好吧？我真无法度回答你啦，我心情真正足乱的。啊，这个囡仔在这个时阵来，我真正欢喜不起来。若是讲这个囡仔出事，袂当受到大家的期待，安尼对伊嘛就无公平啦。我足期待啊！还有阮妈、阮爸，因拢会感觉真欢喜。啊，你哪会安尼想啦？敢讲你一点都无期待这囡仔出世哦？我只是认为这囡仔来了毋是时阵。阿妮，之前我都答应过恁大姐，要去顾伊对咱的祝福。咱今有这囡仔照顾你，更加是我的责任。为着这个囡仔，我啥物拢愿意做。就算讲，你爱我去找阮姊啊，问恁大姐的下落，我嘛会去做。你愿意去找莫妮卡？当然啦、啊，只有让你心安定落来啊，咱才会当继续牵手向前行。以后咱两人的关系，都唔那只是对方的另外一半。嘛是囡仔的爸爸甲妈妈，这个囡仔就是除了你以外，伫这世界上我上亲上爱的人啊。恁母阿囝都是我人生一切，所以我希望你给我做一个好爸爸、好翁婿的机会，我好好照顾你，好不好？